喂，Hello，Hello，大家好，今日系2019年9月9号，咁最近呢，我哋嘅呢个李嘉诚先生，诚哥，咁就首度开腔，都唔系首度喎，之前就爱香港、爱自由、爱民主啊，爱法治、爱，哎呀，好多啊，唔记得啦。咁另外就话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咁大家见到嘅呢，就系、是、哇，咁我唔系讲。其他人讲嗰啲嘢，其他人就自然分析啦。我系想讲呢，即系其实而家阿成哥你咁讲嘢呢，迟生子啊，迟生子系纸钗记嗰个就迟因子啦。老一辈知我讲乜啦，我睇粤剧大嘅，即系凌晨时分嗰啲呢，以前冇嘢做咁，我唔知点解好夜瞓嗰啲细路嚟嘅。咁讲翻呢个呢，迟生子入边呢，就请咗啲年轻人嚟。请咗啲年轻人嚟，跟住呢，就用佢嗰手啊，嗰一口啊，架几冷嘅腔调，就喺度讲啊，年轻人呢就要顾全下大局，咁呢执政者呢就净可对啲未来嘅主人翁，未来嘅主人翁呢玩嗨一面，哇，讲啲咁嘅嘢。即系已经让咗一步咯，成哥依家同你讲乜嘢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系咪咁样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喂，撤回暴动定性好唔好啊？嗱，咁呢，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长实啊，已经将香港嘅业务降低到13% 以下，咁呢啲嘢全部都转移去外地咁滞噶啦。如果你讲 operation 上。咁你讲有啲地产业务当然都未走晒嘅，仲有啲资产喺香港啦，但系系承受到嘅缺失嚟嘅。于是乎呢，喂，条友真系隔山观火斗、哦，乜嘢叫隔山观火斗？啊，唔系，隔岸观火，隔山观虎斗，火系唔会斗嘅，都唔系啊！你个火同我个火，大家斗烧得劲啊，系咪？喂，呢度岔开少少，就要呼吁一下大家吓。见到纵火各样嗰啲呢，一定要割席，即系叫佢唔好啦，同埋即系呼吁，即系纵火呢样嘢系唔可以成为常态嘅，因为火呢太难操控啊！你有时烧亲隔篱嘅时候呢，咁就系啦。不过呢、这个当然就系啲黑警扮噶啦。咁你呢，就 enjoy 啦，喺芭提雅吓、啊，泰国芭提雅，咁就饮住杯青柠汁。咁然之后咧，就喺度讲乜都得，人哋吴刚正啊、李兆基啊嗰啲业务啊，摆咗几多喺大陆啊，外国商人家下咧，一定要走出嚟做鸡嘅。咩叫做鸡啊？你俾钱佢，佢咪要讲你想讲嘅嘢咯。咁多钱，你都仲劲锡大陆嗰份，其实呢种系乜嘢心态啊？我觉得佢哋个心态咧系咁嘅，即系阿基神。即系李兆基，佢可能系谂，哇！我喺度讲错嘢，我讲错嘢，你又查封我业务，就唔查封阿吴刚正，咁我咪好唔着数。咁啊，吴刚正当然都系咁谂啦。咁大家都咁谂，于是乎咪大家都走出嚟做鸡咯。你明白嘛？个玩法就系咁啫嘛。咁所以呢，十大富豪嚟讲呢，就恨得牙痒痒啊！唔计大楼啦，因为大楼都走晒噶啦。咁李兆基、吴刚正嗰啲呢，恨不得将阿成哥呢口诛笔伐，食其肉，饮其血啊！真系岂有此理！你个老二得狗牙几树讲啲咁嘅嘢，点解佢哋又会有一种咁样嘅思维呢？其实普遍男司都有啲咁嘅思维噶，就系唔抵得3个字咯。乜嘢叫做唔抵得啊？有乜强？你点样咁讲嘢啊？呢啲咪就叫做唔抵得咯。你就可以乱咁讲嘢啫。我呢，俾人揸颈就命，我呢，就日日喺度做鸡。你咁开心，你喺度追求理想，你追求幸福，顶你个肺啦！所以佢哋系一定啊反理想主义嘅，佢哋系实务主义派。总之呢，要有钱赚，做鸡都唔紧要。诶，咁似阿边个讲嘅嘢嘅？系阿李力持神讲嘅嘢。李力持啊，唉，做人真系失败啊！李力持导演好心你个人呢，就俾啲毅力啦。做人成日谂住搵快钱，同高智深一样啊，自心自心，完全系侮辱其名啊！
个志向非常短小，根本就不像森林一样。呢两只哼哈二将，喂，唔系讲佢哋嘅，讲翻转头先，系啦，李力持咪话咯，如果啊有钱收，屎都要食，鸡都要做，系啊，佢系真系咁谂嘅。咁大家其实咧就冇啊，人哋中意做鸡，你又唔可以啊去话人哋嘅，系咪？啊，言归正传，所以十大富豪系恨得牙痒痒，唔包大楼在内。不过大楼咧就费事啦，唉，唔讲咁多嘢啦。之前司法复核就我搞，加下成哥出声，你唔好搞我，一人一转啦，冇理由我食晒系咪先？哇，我谂去饮茶嗰阵时就系讲呢啲嘢。喂，上次司法复核单嘢就我搞，加下系咪应该你搞啊？乜都我做晒啊？乜都我蚀晒啊？你就走晒啲架餐㗎喎。嗱，咁呢个系众多富豪嘅諗法啦。但系成件事到底即系如果要特赦应该点做呢？哎，教埋佢做啊。你一定要特赦埋差佬㗎其实。咁你话咁就唔追究啦咁样。总之呢就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囉。你如果特赦咗就可以成立到独立调查委员会㗎啦。因为差佬就唔驚啦嘛。你唔特赦咗先，咁佢哋一定反台㗎喎。咁但係我觉得都系唔会有可能㗎。独立调查委员会系成立到㗎。你用一个理想嘅方法諗，即係迂腐简单讲就系儒家，都唔系儒家添啦，墨家添啦嘅思想去諗嘅时候呢，就会以为系咁。但我觉得就系呢，學阿范蕉讲嗰啲呀，乜嘢我相信我们已确认。相信確認係個咩玩法呢？唔識。咁就我相信我都肯定獨立調查委員會呢就會撩出咗一啲叫做派系鬥爭嘅東西嘅。所以基本上係冇可能成立到嘅。就算你出埋特赦都好，佢冇諗過呢點囉，可能冇咁陰謀論囉。我就肯定呢點喎，我份人呢就唔會咁天真囉，只可以同你講。咁所以又係死局嚟嘅。咁可能就特赦咁就算啦。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唔成立啦，咁又得唔得呢？我咦，係喎，成哥好似就係講呢個咗喎，冇叫你做第二個喎。咁跟住當然就係雙普選啦。咁隨住呢個美國民主及人權法案，今日呢就會表決各樣係咪提案啫。咁你咪又睇下個局勢點樣啦。不過今集係講成哥嘅，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咁啲藍絲呢就激到噴煙㗎啦已經。就喺度系咁谩骂呢个李嘉诚老而不老不死，佢啊就系外国势力啦，佢就系 CIA 啊头目啊，嗱而家讲紧啲咁嘅嘢噶，应该一定系呢条友搞三搞四啦，跟住咧就出篇文啦，别让李嘉诚跑了咁样，呢条友啊卖国贼，大佬人哋点卖国啊？人哋投资咗中国咁多，人哋投资咗间汕头大学，哇你反转猪肚就系屎啊依家！好心理啦，即係李嘉诚向往嘅冇计喎，人哋投资系乜嘢呀？民主法治国家，钱当然鍾意民主法治㗎啦，学你呀、啊、人治呀、啊、嘥气啦，返屋企煲水啦，係呀、啊、人哋食饭你食粥呀、啊、冇辦法㗎嘛，自由民主就系好，非自由非民主，反自由反民主就系反文明反文化，加文化大革命喎、啊、你都黐筋嘅，香港就系有一群，因为我怀疑所有蓝丝都系地下党员添，其实就唔系嘅，有啲真心交㗎嘛。所以嗰句说话 ,30 岁前啊咁就系无知 ,30 岁后呢就系无耻，其实唔系囉，我觉得30岁后呢系无知加无耻嘅有时。咁冇嘅，成哥就话啦，即系佢知道特赦呢样嘢呢可能就唔符合，即系唔符合法治啦，法律有条文㗎嘛，你唔可以咁样㗎嘛。呢、这个就系文明抗暴嘅精神，其实。你如果咁多人团结一致，场运动就唔会输。如果所有人零零星星，有人俾人拉咗，其他人呢就翘埋双手嘅，咁就冇㗎啦。咁但系所以我哋话呢，有一样嘢就叫做 critical mass 啦。今次点解呀会酿成咁大样嘅咁大嘅一场运动，就因为个 critical mass是夠囉。乜嘢叫做 critical mass 啊，就係、是、你有足夠嘅政治能量。點解會有足夠嘅政治能量呢？因為當初你一出就像膠子彈，
一出就打到有人伤咗隻眼，一出就搞到人哋永久残障，打一个就激嬲十个，打十个激嬲一百个，然后你再将呢样嘢不断扩散，而家基本上有几万人与你为敌，我可以咁讲，甚至乎唔系几万，系成个 generation， 咁冇噶。以呢个反抗暴政作为终身嘅志愿，反抗暴政作为终身嘅职业，用所有嘅方法去爬呢座山，哇！咁你都几难搞喎。点解几难搞呢？因为生产力呢样嘢呢就系经济发展嘅火车头。但系如果呢你坚尼系数太高呢，贫富悬殊得唔到解决呢，冇人愿意作为你嘅生产力㗎喎、哦。冇人愿意作为你嘅生产力，於是乎呢你就会社会不稳。你有个 social unrest 喺度嘅时候呢，搞极都搞唔嚟呢，你去维稳嘅成本一定系高过你嘅生产力嘅。咁到时呢你咪唔好妥协囉，睇下会点。我就翘埋双手睇表演嘅，希望呢你就一硬到底，千祈唔好软啦。蓝丝朋友们，大角崛起，高高高。係啦，唉，今日分享到呢度，祝福大家吓。但係有咁讲其实就好难，因为我哋嘅呢个维尼啊，唔系，系习大大。我哋嘅习大大一直以嚟呢都系一硬到底㗎嘛。咁如果一硬到底嘅时候，凭乜嘢去放俾香港呢？凭乜嘢？十一国庆又临近啦，你搞场咁嘅嘢，其实我觉得佢系上又唔系，落又唔系囉。即系老 Sir 嗰啲嚟㗎喎。喂，我唔上唔落咪扑街扑街嗰啲囉。妖咁中间㗎嘛。我諗佢而家就系咁紧中间制喎，喂。即系又唔上又唔落咁样，唔喊又唔喊咁样，唔嗲又唔吊咁样囉。所以你见到啦，佢见杜特尔特嘅时候，杜特尔特就话呢好烦躁啊，佢即係喺香港嘅问题上令佢好烦躁啊，因为上又唔系，落又唔系，如骨在喉啊，即係曹操当日嘅状态啦，打到去拢右嘅时候啊，既得拢又望熟，得拢就望熟，但係呢之后呢交着状态，於是乎呢就有一啲人嗱、啊、你小心啦，你如果作为劝谏嘅一个呢，你死硬嘅，就係懒聪明走去，嘩，会唔会係啊成哥呢，真係唔知。雞辣雞辣，丞相想退兵啦，嘩，跟住就俾人捉咗去斩个头落嚟㗎喇喎，惨啊惨啊。雞辣雞辣系乜嘢啊？食之无肉，弃之有骨啊。所以呢，做人唔好咁贪心，唔好咁孤寒，唔好咁吝啬，唔好所有嘢都要晒，呢啲就係政治嘅艺术啦。政治係包含住妥协嘅。李嘉诚咪讲呢样嘢囉。一系唔符合法律界有啲嘢，但係有时政治嘅艺术就係大家都要各让一步啦。佢係用各让一步嚟讲嘅。同埋呢，成哥咁样讲嘅时候呢，对于政府嚟讲呢，就真係唔得佢死嘅。点解呢？喂大佬，喂，咁唔可以咁㗎喎。即係你嗰啲唔干净啊，嗰啲李兆基啊，其实啊李兆基又冇乜讲嘢咋喎，我唔好成日讲佢啦。係咯，李兆基算出得，哎呀冇嘢，冇讲过嘢。但係呢你就见到啦，当日呢嘩真係嗱，报复未浓啊呢样嘢。当日林郑啊，我啊俾足名你啦，叫你同黄志文握手啦，你都唔肯，家下你唔俾名我。啊！佢又喺慈山寺嗰度，点解要揀呢个地点呢？嗬，真系呢个精灵嘅老人家。咁林郑当然就嬲嬲猪啦，所以呢长实你最好有得走就走啦，走多啲啦。因为呢林郑呢个恶毒嘅妇人、妖妇、恶婆娘，一定啊报复嘅。到时啊，所有政策都同你过唔去啊，你知啦。呢条友政教合一㗎嘛，不过佢个教呢，即系上主叫佢选特首啊嘛，佢个上主就唔知姓甚名谁，可能咧姓小嘅或者姓杂嘅，咁就一国两制。不过咧就唔系讲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而系讲紧咧一个明制一个暗制。明制就系咧我明女要你就范，暗制就系我暗女要你就范啦。你见到国泰噶啦，你见到港铁噶啦，你仲相信有市场自由？但系佢咁讲咧就大镬啦。因为呢个属于都几有份量嘅老人家嘛，咁唔干净嗰啲呢
就俾佢洗走晒噶咯，嗰啲言论。咁但系佢咁讲又合乎法制，不过我谂都掌佢嘴噶啦。你等下啦，我都几肯定啊，环球时报听日应该会掌佢嘴噶啦，或者人民日报嗰啲啦，即系佢可能会话一啲居心叵测嘅商人，联同呢个欧美势力喺度说三道四。我估下啦，有时估下，即系估六合彩就唔中啊，估呢啲可能中噶嘛，系咪啊？系啦，咁佢咁讲对政府啊嘅管治啊构成一定压力喎，今次又已经唔信任㗎啦，再加多是几分唔信任，真係多谢你唔少啊，唔係多得你唔少啊，光头城啊，唔係大麻城咩都好啦。喂，但係你又要公平啊，即係你叫晒啲人出嚟讲嘢，咁人哋另一边讲下嘢咁唔得咩，係咪先？你做人有来有往㗎嘛，不过冇嘅，佢一定双重标准。我做就得，你做就唔得。宋朝都讲过啦，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嘛。审死官都有噶，嗰句系乜嘢啊？嗰啲就话啊系，只准啊嗰啲高官啊，唔系，只准大人公堂放屁，不准百姓楼下换片。啊，岂有此理啦！